带着森林学系的背景，一跃而进入竹制工艺的领域，林群涵颠覆传统的创作历程，以创新的绿竹保青技术为竹工艺开辟了新的天地。那另外我们在森林里面看到的竹材是绿色，但是我们很少很难在生活上看到你用的竹材呢是绿色的产品。那我们森林系里面有一个做植物的一个永久性的标本技术，那当初在想说，那这个可以把树木的标本可以把它保留绿色，那竹材应该也 OK 啊，所以在那个理念动机之下呢，就才去做竹材保青的研究。从学术入门，林群涵对竹材的质感与特性更有其独到的研究。在燃烧竹材时受到启发，林群涵研发了难得一见的泥裂纹质感，为竹材创作的领域添入新的元素。在材质的处理与运用上让人惊艳，在设计创意上，从传统造型餐具到兼具创作性及实用性的家具，更是让人眼睛一亮。在森林里面最爱的就是竹，在工艺品当中牵涉到最重要层面的也是竹材，你要好好的去对待它，那我相信收藏你的人他也会好好去珍惜这样的一个产品。